清华大学哲学美学博士。大家好，我叫陶峰，今年32岁，来自北京，现在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美学博士。我在读研究生之前曾经做过这个外贸和这个开过健身房，所以有一定的组织和协调能力。在就读美学博士期间呢，在这个中央电视台担任了栏目的美学策划一职，所以我今天来求职的这个职位是这个美学策划和这个电影剧本写作和或者是编辑方面的工作。谢谢大家。陶峰啊，你的身材是非常健硕，还是你就爱这么站着，还是因为你是练健美的原因？对对，我是练健美和大力士的。因为啊，你是练大力士的？对对对对，业余练。我是一个男性，所以我就可以议论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男性来讲，你的胸是有点真的，你方便脱衣服展示一下吗？因为男性嘛，可以吗？好吧好吧。迅速的拽上啊，迅速啊，谢谢。我是实在不太习惯一个男人他的胸能跳。好，来，你的身材其实和你的这个学历，真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对不对？因为你是练健美的，然后又那么硕大，但是你的学历，你现在是博士，对不对？对对对，是在读还是已经毕业了？在读，今年毕业？明年毕业。对对对，叫哲学美学的博士，哲学美学啊，研究这个艺术哲学以及这个什么是美啊这些方面的哲学美学。美学哲学，你给我分析一下，从哲学的角度，我为什么经常犯相同的错误呢？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我为什么经常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呢？因为可能你始终在这个河流里面没出来，是不是？所以可能你会一辈子都在那条河流里面。啊，你说完两次就可以了，你不要拿一辈子来诅咒我，好不好？要找的工作是什么来着？是这个关于文化创意方面，比如说像节目的美学策划、美学设计，这是工作之一。还有什么？还有电影剧本的写作。写电影剧本，还有呢？还有这个文化，比如说企业的文化，企业文化设计。文化，对对对。啊，企业文化的设计。对对对对，企业文化。好，这就是陶峰。有谁有问题？刚才谈到了你是喜欢这个企业文化设计，我很奇怪啊，因为企业文化这种东西，第一没标准，第二很难有设计这件事儿，对吧？往往都说企业文化是老板的文化，很少怎么能设计呢？请问那个企业文化呢？您刚才说是老板的文化，这一点我不太能认同。我觉得企业它虽然是一个生命体，但是是老板和他的员工以及他们所创造出来一个整体的生命氛围。那你怎么设计呢？我这样问你一下，先不说设计，如果你去了一家企业，那家企业的企业文化就是老板的文化。就是老板个人的文化，老板的气场非常强大，你会怎么样呢？那我会这个润物细无声的去改变他。你改变老板啊？对啊，那老板早就开除掉你了。但是我们说有实际问题，如果那老板是气场这么大的话，他不希望人家去干涉他的，他不会请他的，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企业文化是可以设计的，而甚至于现在500强的公司或者大的公司、跨国公司，经常会找到一些人去帮他设计或调整。对，大到那个份儿上，当然是可以设计的。比如说，人中人就是专门做企业文化设计，然后把它再转化成游戏来做哈。其实我想跟藏总讲。第一，文化是可以设计的哈。第二呢，从你的角度来看，老板的文化不代表就是不好的文化啊。其实，在中国，在一个初期的企业，老板文化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小师弟，这个师兄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哲学美学吧，据我了解，它其实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对，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美学，它是相当理论化的，是距离现实的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比较远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学了这个哲学美学的博士，就是真正对你审美来讲。是这个理论对你更主要，还是说实际的一些经验和一些你审美的一些这种经历对你更重要？理论和实际，因为我是从小学习画画，然后也酷爱写作，所以说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这个艺术创作和这个美学理论相结合的一条路。如果仅仅是一种这个理论的学习的话，缺乏一种艺术创作体验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不够的。好了，12位表态，让陶峰。继续还是离开？选择。营销离开了，业务离开了，行业离开了，美霞离开了，志峰离开了。
现在有四位留了下来。作为一个学哲学美学的博士来讲，学纯理论学科的博士来讲，这样的求职经历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结果。还有四盏灯为你亮着，你要向大家展示，天生我有才。这个我带来了我的一些这个荣誉证书和这个奖状。哇，人一般人的荣誉证书和奖状是贴本就可以贴好了，而您的荣誉证书和奖状，对，是装了满满的一书包吗？不要忘了，我是大力士。咱们先到地上，一会儿慢慢收，好不好？好好。你不会觉得对你的奖状有些唐突吧？一个一个拿，就拿到后半夜了。荣誉证书，2007年健美先生。这是什么？这是我的硕士证书。对对对对，这个是什么？这是国际私人教练证书。国际私人教练的证书。对对，这是体育方面。这个是体育方面的。对对对对对对，这是我的电影扶持青年优秀电影剧本计划入选证书。对，陶峰，您创作的剧本《云舞枪山》已入选扶持青年优秀电影剧作计划。这个是这个诗歌的全国获奖。您的作品《人间世》在屈原杯诗歌大赛中荣获优秀奖，诗歌的。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是全国力量举的公开赛的季军。力量举公开赛季军。对。大力士，洛阳地区的第二名。对。对，好了，等一下我们收一下啊。好的。哎，陶峰啊，有没有人跟你叫郑健哥？但我不是办证件的。啊，不，我知道你不是办证件，但是你收集到这么一大堆证件，你是有这个乐趣的，对不对？没有，其实我是在这个，这都是在业余时间去做的。你们知道，这个博士学习其实很忙。杜奎先生，我想请问一下，我觉得他说的这些东西啊，有点不搭，您明白我的那意思吗？我明白。有点不搭，又有大历史，又是哲学，又是美学，还是在读博士，还会画画，硕士读什么？硕士读西方哲学，本科读了金融。本科读金融，又是西方哲学，还会画画，写电影剧本，写诗歌，然后现在要找的工作基本上也是哪儿都不挨哪儿，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为什么我在陶峰上来之后就有点我找不着北呢？我觉得确实是他是属于比较稀有的一种。谢谢谢谢。他的稀有也代表了说我还看到他在每一个领域其实都做得非常的棒。这是很难得的。是啊，一个人倒不是说做读到博士就一定怎么样啊，但无论是做哪一件事情，一个人能把它做到极致，哪怕是打扫卫生能把卫生打扫到极致，修车修自行车能把自行车修到极致，他一定有些特别的禀赋在里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都太不搭了呀？其实没问题。我觉得今天未来的职业，在未来这个社会这么多的变化，而且现代技术让很多的领域都跨界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未来需要的人就是这种组合的人，或者说有很大可能性的人。我觉得不要太在意他的那个某一个门类上那么专，其实要在意他在这个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素质。我觉得他有很多的可塑性。但是有一问题啊，就是你以后真的要进职场吗？这是一个特核心的问题，因为才华过多，有时候选择过多是一件特别倒霉的事情。对，你以后会不会真的想进职场？我如果就是找到那份工作我很喜欢的话，就是把乐趣跟工作结合起来，我肯定会很好。就是说刚才你说了一堆的话，惠普，我老是觉得，我就观察了半天，我没有看到他有太多适合职场的才华，我一直在等待。对，其实我觉得你有一个选择，你可以考虑，就是说，到学校当老师。对，这个然后业余时间搞剧本创作啊，搞点艺术创作，这都没问题。我有两个问题，前面那个慕言在问关于美学和应用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看到邵刚就把你从头到脚的打量了一遍，所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学的哲学美学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待个人形象美学？这是第一个问题。对。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看在你的学习生涯中，你拿了那么多证，而且大部分都是跟你的学习本业不太相关的，一个人的精力是非常有限的，你的这个用在学习上的时间到底有多少？好，我个人形象，对个人形象，
那个苏格拉底说过一句话，这个美是困难的，就是说各个人有对各种美对美有不同的认识和见解。我认为其实这个美现在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是一种多元化的存在，我们去允许那些中性打扮，也应该去鼓励一些健康的美。我觉得我是代表了一种健康的，起码是身体健康的这方面。我补充一句，我觉得我这个师弟穿得非常像一个哲学家。很好。好，谢谢你补充的这句话，我们完全听不懂，非常有哲学的意味。来继续。第二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像看哲学书，你不可能一天看16个小时的书，我们需要其他时间来调剂。我觉得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个人的工作计划我每天可能会花1个小时来去这个写作，来花1个小时去画画，半个小时去锻炼。如果你把时间能够安排得非常好的话，就像一辆这个，就像这个一个高速公路，如果上面的所有的车都能够按秩序行走的话，我觉得这个道路应该保持得很通畅。你知道，但是我在他说的时候，我就恍惚记起来，我在上学期间，我爸激励我的方法。我说学习太痛苦了，我爸就说，学习了1个小时数学之后，接着学1个小时的语文，作为对学数学的一种松弛和调剂啊。然后再学1个小时的英语，每次我到听到我爸的计划的时候，我都觉得这是让我去死。但是今天我发现，真的就有活在我们身边的人，他们把自己的每一个小时都是以块状分割的方法来进行，并且其实下一个小时真的是对上一个小时的调剂。对对对对。四位现在选择让陶峰继续还是离开，请选择。有三位留了下来，三位必须要陈述一下你们提供的职位，因为随后主动权转移到了陶峰身上。尹峰，咖啡机要在北京落户，我希望在北京拓展这个部分可以由你来做。好，谢谢。市场拓展，好的。杜奎老师，我给你的这个职位呢，我觉得可能是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种职位，或者其他很多人不了解的，是一种体验式学习的设计顾问。啊，这里边呢，其实它要既要有企业文化的设计，我们的这个过程有点像一个电影的过程。我们首先呢，你可能是作为一个编剧，编剧和你的客户一起编一个剧本，就是未来要进行的这个体验的剧本。然后呢，这个过程的导师和顾问呢，他像一个导演。我们的演员呢，不是我们啊，我们的演员是来学习的这些人，明白？叫做演员。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和你其实的本质上的东西是一致的。好的，谢谢。你有很多优点呢，谢谢，我就先不说了，我怕他们到时候抢你哈。好，谢谢杜奎。来，我现在提供的职位是企管部经理，负责一些企业文化，还有就是门店管理方面的一些策划工作。知道这三个职位了，知道对吧？陶峰，对，到底怎么样？经过深思熟虑，走上前去把其中一盏灯灭掉。谢谢。留下来了人众人，咖啡之意，两家谈钱不伤感情。职位都知道了，让我们来见证一下博士，清华博士是怎么谈钱的吧。那个杜总，您对我这个，比如说我要全职做这份工作的话，您的这个工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体验式学习的设计顾问的这样一个位置的话，你的每年的收入至少在12万以上。然后这里边有，如果按月算的话，应该有6000块钱的基本工资，4000块钱的这个绩效的部分。好，那尹总这边那个，您说是北京这边您准备开这种连锁分店？是，那个咖啡机是源于香港，然后现在它的大本营在湖南长沙。那么在长沙本地市场拓展部经理是5000，拓展专员是3500。那么在北京的话是会上调1000块钱，当然以后的拓展开店的数额在增加的部分会有它的提成。好了，15秒钟。陶峰给我们一个答案，你选择咖啡之意，还是人众人，
或者你可以选择谢谢，下次再见，15秒钟思考。陶峰，我想说，我其实平时也喝咖啡，但是我更想体验一下这种，拓展体验的一种空间，这种造梦空间的一种工作。所以，所以我选人中人。